袅袅凉风动，凄凄寒露零。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，是干支历有月的结束以及虚月的起始。时间点在公历每年10月8日或9日，是太阳到达黄经195度时。月令72后集解说：九月节，露气寒冷，将凝结也。寒露的意思是气温比白露时更低，地面的露水更冷，快要凝结成霜了。寒露时节，南岭及以北的广大地区均已进入秋季，东北和西北地区已进入或即将进入冬季。赏析：袅袅的凉风吹动，凄冷的寒露凝结。赏析：寒露时节，诗人在庭院之中感慨秋日漫漫，寒露来了，身上的衣服也觉得单薄。新开寒露丛，远比水间红。